你好朋友们，欢迎收看我最新的视频，我就是光头哥 AKA 我最近长胖了，由于肺炎疫情的原因，我的健身房关闭了3个多月，所以我没办法正常锻炼，但是我可以承认另外一个元素之一，就是我有时候偶尔 sometimes 喜欢喝一点酒。所以这一次我要看一看4个星期不喝酒对身体有什么影响，其他都不变的，我的饮食和我的锻炼方式都是一模一样的。我要首先给你们看看我目前的身材，然后我们要开始。哎，刚刚练好了，现在要去吃个饭。现在我要去我最喜欢的寿司饭馆 Maki House。那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去过日本很多很多次，但是我可以宣布，世界上最好吃的寿司饭馆就是我亲爱的 Maki House。如果有机会，你必须要去的。OK, we're good. All right, give me my money.第一周结束了，我感觉非常非常痛，真的我全身真的特别痛，而且我的情绪不好，因为我现在特别想喝一点啤酒，吃点垃圾，所以今天晚上我不要去酒吧，我是要宅在家里玩我最喜欢的游戏 Dying Light, 咱们走吧。Spider-Man, Spider-Man does whatever a Spider-Man can. Hey, 这个游戏真的太棒了，所以我真的想玩那个《最后伤害者二》，但是我买不起 PS4, 所以如果有人要借我他们的 PS4, 我会永远爱你。朋友们，我们已经到了一半了，所以今天就是欺骗日 ，It's cheat day, baby。所以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欺骗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喝什么，这一次当然不可以喝任何酒，所以我要先吃点锅东东，然后去吃我最喜欢的中国菜，串串。都是五脏六腑。That's how I like it. 嗯，
That's it. We're done. 做完了。Finally, man. Okay. We're finished. 所以现在要回家洗个澡，然后去看四个星期解酒能煎多少个肉肉。Woohoo, we're done. Sorry.